开过枪没有？没有啊。先试试吧，不然交起火来连个样都没有。搬枪机啊，搬枪机嘛。哎，挺好玩的，你试看。这个子弹要掉下来会不会打到头啊你？啊？我请在座各位见证，我韩斌娶叶巧楠为我合法妻子。我请在座各位见证，我叶巧楠嫁韩斌为我的合法丈夫。请新郎新娘在证书上签名。新郎新娘交换戒指。恭喜你们。谢谢。恭喜。谢谢。没事的，你别害怕，手是扶着这个就行了。几点了？老问几点钟，没这么快死的，三点半了。我们是火凤凰变的，这么容易死，想想我发财之后应该怎么享受才对，死我们不怕的。哎，用不着看了，小墓里都行完了，彻底的完了，要命都搬不回来了。不，你看看，兄弟，跑完这次我们就发财了，这么多钱我一个人也花不完，得留着这条命帮着我花。趴下！这次你做老大，现在怎么办？我就去干了。糟了，我没有子弹了。喂，陈大哥，陈大哥，今天晚上早点到啊。哎，先拿去，拿着。喂，你干什么？我去把他们捞回来啊，可能他没死呢。哎呀，又中弹又喝海水还不死啊，如果不是他们死，那就是我们亡了。现在他们死比我们死好啊，你看看海上都是血，鲨鱼就快来了。我没杀过人呢。我也没杀过人呢。不是这样吧，你呢就当作是我杀了他们，我呢就当是你杀了他们，这样我们大家都没有杀过人了。谢谢笑什么？没什么。我小时候呢，想长大了去救人，医治人，所以我就念医科，想做医生。嘿，我小时候还想做皇帝呢，想得到理想。但愿我们弄到钱回香港，咱们弄点好日子过，好好享享福。爸爸。
你听着，以后你要是不好好的对阿南，我就一枪把你头打下来。放心，爸爸，我一定会好好对他的。新郎新娘来，进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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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杯，干杯，好。韩三，这杯呢是我们几个王老五敬新娘子的，哎，一定要喝。我老婆不会喝，我带她。不行啊，阿斌，你已经喝了很多了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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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海量，海量，不用怕，醉了有老婆伺候啊。哎，多喝点啊！哎，这好，这好，来来来，喝，来来来，喝，好好的。没有子弹了，他们不会杀我们吧？如果死在这个地方，谁跑这么远来收尸啊？阿信，得要紧的活，我们走吧。那走得了啊？当心点啊，兵！哎呀，喂！哎呀，有没有碰着啊？啊，有没有碰着？哎呀！爸爸，我发誓，我一定会好好的对阿南的。不用你，上车吧，别说了，来，别这样，来站好，哎，上车，哎，阿杰，麻烦你，真不好意思。顺路嘛，没什么关系的。我，哎，阿斌，你怎么了？他吐了。哎呀，糟了，吐了你一身。不要紧。直。哦。怎么样你？哎呀，真不好意思。不要紧，你没什么吧？怎么样啊？不好意思，阿姐啊，把你衣服弄脏了。神经病，你还跟我客气？喂，干什么呀？拉长了个脸。你今天做岳父，应该高兴吗？有什么好开心的？你以为我现在值得开心吗？本来阿南可以做你的婶子的，不知道京城到哪儿去了，怎么找也找不着他。啊！哎，停停停停停停！你看，你看看，金条啊！我发财了！我这么大没有见过这么多金子，
我想买条金链给我妈妈都买不起啊。啊，我们走运了，有这么多金子。哎，我们所有的坏运都走完了。上一次我们没有发财，这次可威风了。哎，你想不想娶老婆啊？不要说十万了，20万也给得起啊。看看你的样子啊，醉成这样。阿斌，哦，好老婆。哎呀，肉麻当有趣。老婆，你知不知道，你不信我那个时候心里有多难受啊。老婆，我和你约法三章，在这个世界上我只爱你一个人，不过你也要答应我，只爱我一个人，不准去勾引别人呢。喝醉了就胡说。还有一件事，答应我。你干什么？每天晚上在我耳边说，阿斌，在世界上我只爱你一个人。嗯，你先答应我吗？哎，好了好了，在这世界上你就是我最恨的人，最恨的人，太恨你了。阿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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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回来了，回来了，阿杰，阿杰，起来嘛。嗯，回来了。我们俩去玩命不知死活的，你倒睡得这么香啊。是，老舅，给你点东西看看。哎，不过这样的啊，你最好把太阳眼镜戴起来，小心照坏你的眼睛。是什么？你看看。哇，那吴老七的那笔账可以还了。砸都砸死他了。哎，你甭看了，人家洞房花烛夜的都。现在我有这么多钱，什么老婆娶不到？你知道就好了。这个女人简直是扫把星啊！你跟她多久就倒霉多久，她现在一嫁出去就马上就发财了。那个傻瓜还以为捡到宝贝呢，总有一天被这个女人害死的。哎，我这个人对别人滑头啊，对自己朋友是有一句说一句的。嗯。啊，对了，我还没有给你们铺床呢。哦，对不起。哦，以为我们死定了，连床都不铺了。哎呀，不用铺了，随便睡一晚上就行了。明天我们去找一间漂亮的房子。哎呀，不知道为什么一个人有了钱之后看什么都不顺眼了。哎，谁呀，这么早啊。哎呀，哇，进城啊。东哥。来来，给孩子们吃了。哎，干什么那么客气啊？呀呀呀！来来来来，我的，谢谢谢谢。哎呀，给我，我的。妈，那真是的。怎么你回来这么久，现在才来找我？现在是回来接您呢。真的？是啊。阿东，谢谢你啊，这些日子来照顾我妈妈。哎，别说那些没意思的话啊。先收下吧，我知道是不够的，就当是我妈妈的生活费嘛。哎，你这傻了你？你收下他吧。哇。金城，你发财了，哎，记着我点啊。没有，跟一些朋友搞点小生意做做嘛。我挨了很久的，马马虎虎的混两顿饭吃嘛。来，说说说。进来啊，阿琴，阿琴。哎，我在里边。伯母。哦。大哥呢？哎，他出去了。妈，我朋友阿琴。哦，伯母，请坐。哦，走。妈。这几天先在酒店住着，找到房子就搬了。啊，干嘛你不回家里住啊？家里没这儿好啊，所以接您来住，让你住得舒服一点。是。喂，我有点事想问问你。啊，你们两个慢慢谈谈，我先出去了。喂，你到底是不是还在做什么走私生意啊？你呀。妈从小把你带大的，你说瞎话妈就知道了，你是不是又在走私啊？是不是啊？哎，就算你给一座皇宫给我住啊，妈也住得不安心，天天担惊受怕，又怕你被人抓走，又怕你让人打死，你说我怎么能安心呢？妈。妈什么呀？妈妈不是要求什么，我只要你呢安安分分跟我住一间屋子，平平淡淡过日子，这不好吗？妈，您不知道的，我们欠了吴老七那笔钱呢，如果我跟西哥不还给他，会被他打死的。那现在还清了没有啊？妈，我答应你以后我不干了。你说的是不是真的？真的。阿正，
阿顺，阿信，我妈。啊，伯母。秦哥，我们又发财了。发什么财嘛？哎，乖乖，来来来来，来，我全都办妥了，明天再跑一次。你也不问我就答应人家，这么容易赚，我想你一定同意的嘛。哎，到隔壁再说。妈，怎么？我们到隔壁房去谈点事啊。怎么？走。哎，你们两个过来干什么？哎，现在有什么问题吗？我不想再干了。你说什么？哎呀，男人说话，女人不要插嘴。就是睡觉去。喂，这是条财路啊，怎么不跑呢？上次被吴老七追债是没办法啊，现在债都还清了，还有钱剩下呢，怎么不想搞点小生意？干嘛要去干这个呢？这几个钱的小生意赚什么呢？香港遍地黄金啊，就看你会不会去捡。现在有的捡你都不去捡，走私是犯法的，要坐牢啊。犯法？吐口口水也犯法。我们又不是杀人放火，我们只不过运点私货给自己的同胞嘛，有什么不对呢？我们杀了人了，阿西。哎，千万别乱说啊，你没有杀人，我也没有杀人。你别在这儿自己骗自己了。哎，你以为他们一定死？说不定啊，他们掉到海里头之后自己游回岸上去了。再说他们也不一定是好人啊，想抢我们的货，我们不过是替天行道嘛。我知道你不想杀人，其实我也不想杀人。你从小想救人，你想当医生，你知道我想干什么？你想当皇帝。所以了，我生你的气才这么说。我想当护士。护士？笑什么笑？你以为你读过书，我也读过书啊。其实我很喜欢南丁格尔。哎，算了，阿西，不要再说了。我情愿跟你去哪儿呢？去骗骗那些卖菜的，去麻将馆的洗洗牌。我们不是那样的人呢，干嘛要做那样的事情啊？你不是那样的人，可是我需要钱啊。你老实告诉我吧，这些天你睡觉的时候做不做噩梦？我哪有做噩梦？我睡得不知道多。人为财死啊，我们再这样做下去，迟早有一天会被人家打两枪，掉到海里喂鲨鱼去。魏阿成，我跟吴老七接好头，已经进了货了，再把它卖出去嘛。你说的倒容易，这不是香港的线路，在香港不能用的，要是不跑这趟就全完了。再跑一次，帮帮我的忙好不好？我不想再干了。哎，最后一次。有一次就有两次。这次是这次，下次归下次。不干了。大家患难朋友嘛。不干了。你这么绝情啊？我不愿意干了。好了，我看我再求你也没有用了。你不走啊，我一个人走，你看我会不会死。好好的，干嘛吵醒我呢？你的护身符呢？什么符啊？哎，你给阿晨带的那个？没了，只剩下一个了。什么？你替阿晨求也不替我多求一个？哦，你那小子，你不想让他死，西大哥你就不管我的死活了。西大哥，你害怕？怕什么？你别胡说八道啊！我现在去睡觉。哎呀，一个人吃多少穿多少，天注定的。阎王要你三斤死，不会留你到五斤的。我又不是什么少爷，我不会像人家那样珍惜自己身体的，顶多就是死了。反正我只有一个人，无牵无挂的。人家就不同了，人家有老母亲，是吧？也不能怪人家害怕。我担心的就是阿琴呢。我也是笨蛋，她又不是我的老婆，无缘无故想这些干什么呢？不过做人也不能这样，最要紧要讲义气，是吧？千万不能把义气当儿戏。哎，你当人家是弟兄，人家才不管你的死活呢。
喂，你还不睡着干什么你？我告诉你啊，你别再啰啰嗦嗦的，明天礼拜你休息，我还得去玩命呢。这么久还没来，我要下船去了。京城一大早就出去了，我想他是怕碰见你。这个人真是缺德，看着我死都不救我。你别这样了，京城。阿奇，不要下船了，那批货想办法卖出去算了，我不想唯一的老朋友也没了。老朋友，老朋友就跟我一起上船。西大哥，其他的话你不必说了。我知道你清高，你伟大，这批货我买回来了，我自己解决。走吧，你还站着干什么呢？我死是我的事，如果我还能活着回来的话，照样分一份给你。你不当我是自己弟兄，可是我当你是啊。阿成，万一我回不来，你替我照顾阿琴呢，他很老实啊。还有啊，我有一笔钱在枕头底下，你拿给他，就这样了。这小子，好家伙，要死一起死吧，还是上岸去吧。你不是想跟我一块儿回去吧？接着想想，我也不应该这么自私。我是孤家寡人，有什么关系呢？可是你不同，你上有老母亲，万一你有什么事，谁照顾他呢？西大哥，阿成。你应该知道你很傻，你这个人呢，心肠太软，这样很容易被骗的，很容易吃亏的。如果我解决了呢，我会分一份给你的。你疯了，你还不赶快走？是不是要我赶你走啊？你以为你的心肠比我硬吗？你哄我下水，又像哄我上岸呢。我们两兄弟肯定是上辈子注定的。总之以后呢，阎罗王call你呢，就叫上我。也许是财神爷叫我呢。你在想什么？在想你那天问我在想什么。我说真的。有没有晋叔的消息？晋成哥，他在东舅舅那儿接走了四婆。那不好了，这就证明啊，晋成哥的环境有好转呢。哼，又干什么？整天撅起个嘴，像猪八戒一样。喂，我是个猪八戒，好不好？你呀，真坏呀，整天都气我。喜欢一个人呢，应该让他高兴。喂，你今天真够英俊的啊。哎呀，你快点说，今天为什么这么高兴？我不告诉你，你先猜猜吧。给点贴士行不行啊？说出来呢，你也会替我高兴的。没有啊，我没叫你嫁给我呀。你要不想听，我就不说了。说呀。好了，算了，想分享你的快乐都不行，只有心里想吧。你呀，是要气得人蹦高，你才高兴。我啊，调到 CID 去了。曾泽说我表现得好。是吗？那好啊。我以后不用穿制服就可以出去查案子了。
那好啊，以后天下太平，可以有自己的时间了，不用天天被人捉去出差。干什么啊？开玩笑吗？难道这都分不出来啊？对不起啊。神经病，什么对不起啊？调到 CID 以后呢，样样都好，就是没有时间陪你了。现在呀，我是24小时待命，可是你呢，要在 PTS 上班。那最多这样了，改天我一下班呢，16小时待命，随传随到，好吗？喜不喜欢？高不高兴啊？哎呀，你呀，真坏！哎哇！怎么样？第一次穿便装出裙，开心吧？啊！哇，你好大的胆子！这是不是女朋友能想占便宜啊？我在开玩笑啊，胡说！没玩嘛！喂喂喂，你们是不是太空了？啊，我们现在出发，记住啊，做事机灵点，千万不要连累我。Yes sir。走。啊，等等，我听电话。喂，张 sir。哦，你等一等，阿姨，你电话，谢谢。喂。哦，那就算了，就这样吧。乔姨没空啊？有任务啊。能吃饭了吗，妈？汤还没熬好呢，先看电视啊。明天你叫什么？要不要备课啊？你放心吧，妈，我倒着说都行了。进屋打劫一般有三种情况。第一种就是你直接见到疑匪爬进屋子，那你可以马上搜他，说警戒词，说现在怀疑你进屋打劫，不是一定要你说，你有权不说。但你说的话将来可能成为呈堂证供。对不起，先生，请问有没有人呢？有啊，对不起啊。啊，不好意思。哎，在这儿。哎，在那儿。坐。坐。啊，坐。这么晚了，怎么搞的？真不好意思啊，张嫂，那天案子刚刚弄完嘛，差点砸锅呢。那女的砍伤人了，真狠心呢。先不要说了，叫点喝的吧啊。来。喂，你喝什么？啤酒，黑啤酒，黑啤酒，我也是啤酒。杂果冰制，啤酒，谢谢啊。喂，怎么样，抓到那家伙没有？又和他跑掉了。哎，不过没问题，跑不了的。什么动机杀人呢？失恋了。哇，韩 sir 靠到这儿来了啊。对不起啊，张 sir。阿景。哎，干什么呀？工作要紧吗？先回去吧，啊，改天再喝个。哦，不好意思啊，先走了啊。刚刚来就走，走吧。拜拜。拜拜。啊，行了，放这儿吧。嗨。见到你几次，原来你这么棒的，你也不差呀。你以前在哪儿跑？没有见过你啊。最近才跑回来。我天天见到你。你最近才跑的，那以前跑过，不是很棒吗？没有天天练是差一点啊。
不过每天跟一些男孩女孩出去操练。你教体育的？在学校教啊。是阿四儿啊，你不去抓贼太可惜了。你不去抓贼也很可惜啊。哎，是不是同行啊？不是，是小文员。你不像啊。师傅，再跑一圈。啊，跑啊。喂，哎呀，你这人怎么搞的，又来拿我的纸盒子。喂，我求求你呀，能不能不拿我的纸盒子啊？我？这盒子我有用的，你不要以为放在外头你就可以随便拿。这条街不是你私人的地方啊，你放出来就影响行人。还有啊，我不小心碰倒你的纸盒子才替你捡回来的。是吗？我没动它啊，是他自己倒的，刚才放的不好嘛，不用人碰啊，这也会倒。阿文，喂，今天为什么这么高兴啊？是吗？年轻人要保持阳光活力嘛。喂，喂，你怎么了？这个鞋不舒服啊。你没事吧？来，到那边去坐坐。怎么样嘛？哎呀，坏了，新的，刚刚才买的，旧的那双裂了口。哎，这鞋不太好穿吧？什么？是啊，靠鞋跟那儿呢，没有护垫，鞋底是硬的。喂，你好像很有研究啊。好啊，我有朋友开体育公司的嘛。那我这双鞋就在那儿买的。是吗？来，试试。合不合我穿呢？你试试嘛，好不好？很舒服啊，对吧？看你哪天有空呢，我带你去买一双。哎，干什么？小孩子不要那么顽皮，人家老板娘特地把那个纸盒留给阿婆拿去卖的，你还偷？我也是拿去卖啊。你拿来卖钱干什么？我拿来干什么？关你屁事啊！你拿来买东西玩啊？人家阿婆拿来买饭吃的，你把它放下吧。你想干什么？欺负小孩啊？你放下。呸！不，又是他自己倒的。那好吧，就这样了，放下，再见。哎，王，进来，先走了。怎么样？那位彭先生走了，他把楼呢抵押是现在市价的30万，我按照您的吩咐呢就给了他40万，他说呢会给我们3万的回佣。嗯。好，做得好。啊，好小子，一点就透啊！我想你以后有一定有前途。啊，今天晚上一块儿去玩啊。好啊。哎，各位老板呢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，妈妈桑，叫苏子快点来，你说他心肝宝贝来了。什么宝都好了，他还没回来呀。啊，不知你没运气还是苏子没运气。不如这样吧，我叫 Ruth 和 Mary 来，她很漂亮的。好，那苏妹妹也好，快点，快点，好，我去了啊。
哎，对了，哎，怎么了，阿康？见不得叔叔不开心呐？不是，出来玩嘛，怎么能当上老婆呢？明天有个姓江的，他说按抵押出到20万贷款额。我明白了。嗯，这个世界有钱大家赚，你会做我更会做。我什么呀，说不行就不行啊。哎呀，别吵别吵了，你呀要么就不来上班，一回来你就惹事，你呀真是气人呐，最不肯听话了，总是这样，总是这样，哎，总是不肯听啊。对了，哎，康少爷来了很久了，找你呢，快去陪陪康少爷吧。哎，你们过去坐坐，来来来，过来。那有什么了不起的，哼，装模作样。你可威风了，为了你呀、啊、差点跟人家打架。阿康啊，坐下再耍花样吧。啊，坐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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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样，来都不先通知我？没有，老板下班才叫我来的嘛，我匆匆忙忙。算了，没良心。不行，我要罚你。要白干什么？还给你也行，先亲一下。嚯、哦哎，来来亲，好。算了，还给我吧。来来，我们喝酒，来喝酒。干嘛这么紧张啊？是不是藏有女人的照片啊？不是啊，你拿来嘛。干嘛这么紧张呢？我看看，看看是什么。喂喂喂喂，哎哎，哇！我以为什么那么神秘呢？什么神秘啊？我们这么紧张？阿康啊，耍够花样没有啊？哎，来来，大家喝一杯！来来来，喝点喝点喝点！来来来，来来，阿康，我来倒点给你。我够了。哎呀，甜一点吗？来来来，老板不高兴了，来喝一点，喝一点，喝点，开心吗？那好，干杯，干杯。哎。来来来，哎，天阿刚添酒来来来，哎，我给你添点酒，我真的不行啊，哎，喝嘛，哎，喝喝，来来，来来来，上上上上上上上，醉成这个样子。明天有个姓江的，他说按抵押有20万贷款额。我明白了。这个世界有钱大家赚，你会做呀，我更加会做。怎么样，老板？他不就是廉政公署的人？老板，这小子知道我不少东西啊。你怎么像木头一样？快点帮忙啊！哎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安全带给锁上。留什么痕迹啊？哎呀，你前怕狼后怕虎，你怎么能办大事呢？你快去去。
心中理想不可退缩，那五身大将如今走我路向，不怕跌倒困境努力上，功劳不必去抢，不必紧张也不贪赞赏，危险不怕遇上，不会转弯我可算倔强。